向春天，春潮澎湃，天地心。飞向春天，春风浩荡，山河美。飞向春天，春光无限，祖国好。飞向春天，春意盎然，万家乐。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中央电视台，亲爱的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由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中文国际、英语国际、西班牙语国际频道、法语国际频道并机为您现场直播的2008年春节联欢晚会。在这万家团圆、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要向全国各族人民、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向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向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向全世界的中华儿女道一声春节好，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年的春节与以往不同，南方的大雪牵动着全体中国人的心。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向灾区人民、向连日来奋战在抗击冰雪第一线的英雄们送去我们由衷的祝福和真心的感谢，谢谢你们。也许经过连日的劳顿，现在你已经回到了家中，也许你此刻还在回家的路上，也许你正匆忙着。不论你在哪里，我们春节晚会都要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您，祝您新春快乐。哎，董卿啊，你看过年了，咱们中华民族呢有一个传统的习俗，贴春联，对吧？没错。那你当着大家送我一副春联怎么样？我先送上一副。没错。好，你听着啊。笑看冰雪正消融，喜迎大地又回春。好联。不过呀，我觉得稍微短了一点。那你来副长的。你听好了啊。好。上上下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添一岁。家家户户，欢欢喜喜，热热闹闹，同过新年。那这横批呢？中华全家福。
中国断。